导演一声令下，火苗瞬间从茅草屋燃烧起来，范围越来越大，但这场火灾场面没想到失控烧到演员身上。现场尖叫声四起，不到两秒时间，有的走避不及，有的跌倒，下一秒整个屋子真的塌了下来。我哋而家有二十几名演员，搞掂晒所有恐怖直播同埋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脸颊两侧都是烧伤痕迹。60岁香港艺人杨盼盼，当时就在片场拍摄，不幸受伤。杨盼盼30多年前曾演出《神雕侠侣》，穆念慈一炮而红，如今发生片场灼伤意外。另外一位大马女星梁祖仪双腿烧伤，事后也在 IG po 文报平安。据了解，当时正好在拍摄火灾场面，但工作人员疑似不小心把该泼在地面上的汽油泼到演员身上，才会造成30多人受伤。虽然事后演员都没有埋怨剧组人员，体谅是意外事件，不过这一把火，所有拍摄动作全部也将会停摆。记者卢一宏、李玉环台北报道。